病毒的秘密。大家好，我们是病毒家族，现在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小秘密。我小声说给你听，你们人类有一个很厉害的防疫武器哦，它叫做健康防护罩。什么？你听不懂？那我们演给你看。去入侵人类，繁殖自己的下一代吧！出发！嘿嘿嘿，嘿嘿嘿，嘿嘿，真漂亮！快逃！快去找其他人，不然我们在空气中很快就会死掉。哎，到处都是口罩。哦，累死了。咦，真好，有人摸到我了。来吃番茄吧。哎，不对，我要先洗手。哇，用肥皂洗手，我死定了啊！哦，不要再玩电脑了，你给我出来！我又没怎样。干嘛这么凶？都叫你很多次了，都没有在听。那你可以好好讲啊！快看，他的防护罩变弱啦！机会来了，准备！哇！现在疫情怎么越来越严重了？每周都好多人确诊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有邻居确诊被送走了，该不会我也有被传染？快看，他的防护罩变弱啦！神明保佑阿明，千万不可以让他死啊！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！你看，老奶奶的防护罩变弱了。我们开始攻击吧！这就是我们的新家。手术成功，没有生命危险喽！阿明得救了，谢天谢地，感恩神明保佑！啊！发生了什么事？快逃！我不行了。你快逃啊！你看懂了吗？外在防护罩就是勤洗手、戴口罩，内在防护罩就要看人的情绪。人们一生气、紧张、忧虑，防护罩就会变弱，这就是我们的最爱啦。是啊。但是当他们不生气、不紧张、不忧郁、开心的时候，防护罩会变强壮，就会把我们消灭了。养成不生气、不紧张、不忧虑的好习惯，时时保持快乐心情。每个人都是拯救世界疫情的 Superman。